那你放进去干什么？你都说可以放吗？那就放吧。普通话。对吗？可以放啊，那就放在这里吗？强国人闹船员系狗，港客帮口即走头。呢位老表咁燥底，跟佢将个 B B 车放咗喺通道，女船员都系按本子叫佢放好啲啫，佢就 flanza 啦。霸王条款啊，难怪你个车长得就像霸王，莫名其妙的。香港人是说香港话，有你们爱怎么整就怎么整，说普通话的人不是那么好整的，不是你说东就东，你说西就西，有法律拿出法律条文来。不是你解释法律，明白吗？你不是法官。阿哥，呢处唔系法庭，唔需要证据嘅，大家对眼就系证据啦。已经收进去不等于他没有作为，明白吗？刚才我就跟你讲了，刚才你们当作他是。这个不是通道吗？家里的狗眼，狗眼，狗眼，家里的狗眼。请你尊重你直接你说话，你尊重你。我就是不尊重你。公开讲不尊重你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不尊重我可以，没有不尊重你自己。我可以不要尊重我自己，怎么样？少来这一套，说普通话的人不是好欺负的。香港人好欺负，早我都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哈，要注意肖像权啊。哇，喐手添啊！嗱，系你话唔使尊重你噶咋？咁只澳门翻香港嘅飞翼船咁多香港人，阿老表仲走人呢？咁段片系一位女网友日前影嘅，好多网民睇完都大赞，女船员 EQ 够高，处理得好，唔知个老表嘞，我谂公道自在人心啦啩。